跟我们讲你们的拿手。Actually, you're not speaking in Mandarin. 拿手了，小笼包。小笼包。嗯，我只可以吃到这个鸡汤鲜竹。这个。这个。嗯，对。焦糖，焦糖。嗯，小笼包。嗯。这个汤包也在里面。这个 X。这 X 也不错了，不错啊，嗯，可以吃一个，可以吃一个。然后那你还有什么拿手的？我摸摸哪里？这里。Carrot cake 啊。就是这里啊，这哪里？这个 carrot cake 是吗？要 carrot cake。那个是一块一块的还是？一块一块的也有，然后炒的也有。哇。哎，这是炒的是吗？嗯，炒的是下面的。好的，OK，好，谢谢。